哟，胡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是？我是小何的上司，哦，姓王。王总好，我替何玉成上一天班。你替小何上班？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没多想，懂。王总，这是昨天胡总拍的照片。胡总，你这……不，小胡，小胡，小胡，摄像你不行，那 P 图能行吗？修图我最在行了。对方的要求是想在塞纳河畔喝咖啡，天空要蓝，河水要清。塞纳河畔，这不就是小水沟吗？人物呢，要帅气中带着一丝阳光，阳光中带着一丝性感，性感，性感中带着一丝青涩。等一下，王总，性感中怎么青涩？我不管。这个姿势呢，要自信中带着一些旋律，旋律中啊带着一些诱惑，诱惑中又带着成熟男人的魅力，比如像金城武，金城武，金城武。第一次进行餐厅调研的何玉成，干什么呢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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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就别在这晃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哥，抽根烟吧。大哥，上班辛苦不？还行啊。你觉得这儿生意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？还不是因为咱家的饭菜做的好吃啊。你们这干啥？你是不是想套俺家的配方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我看就不像个好。哎哎哎！现在保安的防范意识都这么强了吗？别跑！